今天我们的杨梅区的中年记的大会主席，我们陈文杰陈区总，我们原住民事务局的陈志颖陈区长，陈正雄陈副局长，还有我们张秀吉张议员，刚刚走进来，也许还在路上。我们的苏伟恩，苏伟恩苏议员，王先莲王议员，还有我们的杨梅区哈，我们新上任的区长，来苏区长，我们站起来一下。那大家刚刚上任没多久了哈，大家还不是很熟，施永公施区长啊，还有我们市副总的这个市总市副总的这个族群领袖啊，我们的林清明、江天才、申国斌、陈光荣、陈德顺哈，各位这个副总，还有我们的区总啊，包括我们芦竹区、杨梅区、龙潭区、桂山区的各位区总，还有我们各个协进会的主席啊，我们今天的司仪就是我们杨梅区的这个古敬明古主席。还有我们那个立法委员郑天才郑委员，他刚刚离开了啊。我们孔文吉孔委员的顾问，啊，高春生高顾问，武立华委员的特助啊，李南辉李特助，还有我们郑淑芳议员的秘书，周玉琴议员的秘书，陈英议员的秘书，啊，在座各位所有的这个我们原住民的好朋友，大家好。好。特别介绍一下我们杨梅区的这个委员啊，李嘉欣李嘉欣议员刚刚到啊，刚刚到。我的好朋友。大家非常熟悉这位啊，跟大家报告哈，我参加这个原住民朋友的哈，我们族人的活动哈，已经好几次了哈。我只有很多事情我可以做得还不错，只有大会舞就实在不会跳哈，不知道为什么每次都是角度跳错这样子。等一下如果有机会的话，我再来练习一下哈，看看角色会不要跳错。哦，看看哪一位长官哈，这个先进指导我一下。好的，每次参加我们原住民的活动呢，都是老实说，一开始就会开始热血沸腾，因为光是音乐听了以后，你就开始会想要动。哦，啊，刚刚我们其实啊，我们有两场看到两次来两场来宾舞哈，我们的年轻的朋友们呢，都跳得非常棒，非常有热情啊，这个律动，这个活力啊，都真的是非常棒啊，那也。祝福我们今天的原住民的丰年祭哈，今天是特别是杨梅区的。上礼拜我还记得我参加了陈安东区总的龙潭区的啊，那每个区有每个区的特色，今天杨梅区的特色呢啊，就由我们大家待会的活动来展现出来啊。那这个也先祝福大家这一次的活动顺利成功，不过酒不要喝太多啊，但开车要小心啊，我想这个还是要特别注意，喝酒还是不要开车，让别人送你比较好。啊，那也希望我们今天的活动哈顺利圆满成功，大家都能够今天能够玩得开心，族群融合，我们在杨梅区的各族都能够利用今天好好的聚在一起。那也希望大家能够传承我们原住民的所有的文化。啊，今天我们有很多杨梅区的头目啊都到了，啊，有的还盛装啊，把所有的服装传统的服装穿出来，这个都是非常棒的事情。啊，再一次的祝福大家哈，今天能够。过得愉快，我们的这个丰年祭顺利圆满成功，谢谢。好，谢谢我们王副市长给我们杨梅区的一个鼓励哈。啊，刚刚讲了哈，他的那我们就不要挑阿美族的，待会四步舞就交给我们台湾组来教一下我们的王师副长、王副市长。哎呀，就是这种就吃锅牛了。好，补充介绍，来我们黄金重量级的演员，来欢迎我们的苏伟恩立也来，掌声鼓励。欢迎你的莅临，哎，这个大家耳熟能详的哈，欢迎我们的好朋友，也是我们在地的艺人，我们李嘉欣李艺人，掌声鼓励鼓励。哦，他刚刚比武啊，他可能赚出50000块啊。那就先谢谢我们的艺人，还有我们原住民的发展委员会的委员，我们最年轻的委员陈晨委员。欢迎我们的现场，曾经爱过你。也只是个曾经。哎，是。好，我们因为时间的关系哈，我们这边大会有规定了，